哇，中间的位置。午安，我是安心雅。哇，你看看，是刚拍完一部剧叫《月下为爱坠落的他》。月下为爱坠落的他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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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光是这一点要恭喜一下，恭喜一下，然后又要变回歌手，对，哇塞，没有休息，有没有目前是准备要开始录音了吗？然后有没有已经在录音了，就是没有休假的状态，没有休假的状态，所以有可能在今年之内可以听得到新歌的出现，会啊会啊，哇，那大家可以一起来期待。可是这就代表什么？你看看人家 Super Girl 没有休息。Supergirl 没有休息的，所以今天我知道这个安心雅来到现场，就是要以他自己以身作则，好像也带了两面不可抗逆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会代表工作接不完，财源滚滚。其实我知道说，像譬如说安心雅也是一样，不断的没有任何紫色 polo 衫，好，深蓝色衣服，蓝色的 T 恤，后面这一位。好，接下来黑色跟黄短裤，还有橘色上衣这边，我们也要特别谢谢安心雅。你看，就像刚刚讲的，先是有一部新戏才刚刚杀青，来，我们再往左，再往左，所以现场的左，对，来，开心一下，来来来，8月31要举办演唱会，给我们一个开心的 pose， 来，耶、yeah ，好，我们正中间，正中间橘色衣，好。OK， 好，左边我们最后左边再补一下画面，左边黑色 T 恤这边，迷彩装这边。OK 了吗？来，深蓝色这边，深蓝色这个卡其裤这边。OK 吗？好，来右前方。好，动作。好，薛安给右边，右边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黑色 T 恤这边要再补一个画面，来动作快，赶快哦，好。